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八扇屏》，表演者高峰、栾云平。郭老师演得好啊！啊啊，这是他新创编的这么一段节目。新节目啊，叫做你那个压力大吗？是啊，和于老师演过几次，可为数不多。嗯啊，跟公开演出次数很少。对，我印象当中是第一次公开，是跟大家见面啊，说的确实很好。到后台去休息休息。对呀、啊，郭德纲有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，那是跟其他的演员不一样，有区别。而且这人脑子特别聪明，快，能够加工整理，嗯，把传统相声当中很多糟粕能剔除出去。好啊，加入很多更糟粕的内容。他往一块儿，他揉、啊，那就不如不改呀、啊。就是想夸一夸他、哎、用词不当了。是像你们这些个相声演员我特别的羡慕。是吗？应该很好的向你们学习学习、哎、您这是客气。我就不是说相声的。您呀、啊、哎，您是干哪行的呀？看不出来。没瞧出来。我往这这么一站，我这个精神，我这个气质，我这个戳根，我这个模样，我这个外表，我这个五官，我这个相貌，我这个气度，我这个吐痰，不是、啊、我谈吐这意思啊，没看出来。我没瞧透。告诉你，您说说，我是一个大文人，大文人，你说、哎、大文人我没瞧出来，那你看出来？我瞧出大蚊子了，你说我怎么大蚊子干什么呢？大文人这样啊？这是卖牌，卖牌，这是我的做牌，这有什么卖牌的？文人，嗯，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这也不能怨你，怎么？因为我没闻过您嘛，我也得让你闻呢。我是一个文人墨客。哦，这话对。拿我来说吧，嗯，每天我要读读书啊，应该的，阅阅报啊，嗯，抚抚琴呢、啊，啊，舞舞剑呢、啊，呵，录录音呢、啊，嗯，照照相、啊，你瞧，作作诗啊，哦，尿尿炕啊，嗯，这都是我的爱好。你那会儿怎么还尿炕啊？什么？尿炕？哦，我说错了。不是尿炕，那是写写账。你写账干嘛呀？这你不了解我呀？不明白。我得算一算每天收入多少，支出多少，能不能够保持相对的平衡，生活有规律、啊、当然是了。哦，另外来说，我还喜欢到各大公园去游玩。哦、啊、就是玩去。不是游玩呢、是玩去吗？游玩怎么非得游玩呢？你不了解我呀？我这人说话有个习惯。什么习惯？好走大音。哦，哎，像俄化韵我这没有。还俄化音？还没有呢。对对，游游玩啊，游玩游玩。说话前些日子嘛，我还到北海公园去游玩啊，游玩游玩。那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。是吗？有一点小风。风风可不大。够几级啊？也就够一二级左右。那算微风啊。吹的这个河水起了这么一层一层的波浪啊，我一看这个环境这么优雅。是啊，当时我一高兴。您怎么样？我就洗了个澡。是，洗完澡之后、对问题就来了。你们这事儿问题来了，这北海水那么深，不淹死你吗？我洗澡怎么能够淹死我呢？那么深的水会淹不死你？我洗澡你懂不懂啊？懂啊。啊，脱了衣服下去洗澡去。我洗澡我脱衣服干什么呀？那不就得脱衣服吗？我洗澡是怎么个洗澡啊？就地上有一个澡，我把它捡起来到河里洗了一洗，然后把它给吃了。洗澡啊？啊，洗澡。怎么还洗澡啊？我跟您说过了，我这人说话好走大音。哦，老有这大音。哎，对了、嗯、吃完这个枣，我一看这个河水这么清凉，嗯，当时我的诗兴大发。要作诗？我这么一高兴，嗯，我就做了一首诗。作诗时间来不及了。是啊，粗粗糙糙的写了这么一副对联。对联也不错、啊、哎，做了一副对子。是啊。哎，对对，您在这儿给念念。在哪儿念？这儿啊。这儿啊？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娱乐场所呀。还是的啊。在座的各位你都了解吗？这里都是有学问的人呢、那是藏龙卧虎，竟是高人。保不齐你知道哪位是中科院院士啊？那是哪位是北大的校长？没准儿。哪位是清华的主任啊？哪位是北工大看门的
看门的也来了，人家都是有学问的人呢。哎，就说来也来不了那么齐。我要把字音念错了，大家哈哈一笑，我学生脸面上无光啊。不，都我给您兜着。有错你兜着。是啊。那可以可以啊，我斗胆了啊。您念念这上联，在这里念一念啊。我写的对联。哎，上联是？我这对子是以风水为题哦，七言的对联。哦，七言。对对，上联是风吹水灭。层层浪，还真不错，真是好好好，见笑啊，见笑。您太客气了。下联呢？真是献丑啊，献丑。哎，没必要。下联真是拙文呐，拙文。下联真是不怎么样。你有完没完呀？跟您表示谦虚。您下联，我没听清楚。是风嘛，就是刮风的风，啊，三块。里边一个刷刷，不是，这字念风，不就是刮大风，刮风的风，不是下联，哦，风下边啊，风下边是吹，口子边这边一个欠账的欠，这字念吹，嗯，这事儿没办成，吹了就是吹，对，那是吹，怎么又吃蒜了？啊，吹下联，下边就是水面，水面就是水的表面，不是。风吹水面，您下联下边就是层层，他是不是没下联啊？层层就不是一层两层，啊，而是很多层，所以叫层层。我问您下联，紧下边就是浪，他就是没下联。三点水一个优良的良字，这字念浪，您啊，风吹水面层层。您甭说了，我问问您啊，您住那房也有门吗？这叫什么？有门呢，啊，有门。有这门在哪儿安着呀？门框上啊。这一个门几根门框啊？两根。哦，你们家也两根啊？对对，都两根。哦，我问问您 啊，这边门框人家要贴风吹水面层层浪，嗯，那边贴什么呀？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了，比如说过年贴对联，这边贴上风吹水面层层浪，你打听一下这边贴什么。对呀，要不说你这人死脑筋呢。怎么？对子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。是啊，你可以再写一个贴在这边，那也没什么关系嘛。俩层层浪啊，这仨也照样贴呀。那没法念。那是你不会念。是吗？我教你这么念。您教给我。上联把音压下去，下联把韵调起来，这么一听就是对子的上下联。我听这上联，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，下联风吹水面层层浪，横批风吹水面。走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倒不糟践东西，糟践不了。怎么？剩下仨字层层浪，拆开当福字贴，贴完之后远远一瞧，有浪到了，你就是。人家贴福字，你贴浪字，您这浪到家了是啊？就是对联。对，什么对联呀？这什么文人呀？你就是一捡枣的。我跟您一说，您就明白了。那天呀，他还真去北海了，到北海门口了。票他是不买呀，他看那地上有那旅游团的小黄旗儿，他就捡起来了，顺这旅游团后边跟着就进去了。旅游团奔东，他就奔了西了，在西边一边走一边学嘛，瞧着谁那有东西好捡一捡。看头里有俩人一边聊天一边吃这金丝蜜枣，他知道金丝蜜枣好吃，就一直跟着人家。人俩人聊天啊，哎，二哥，您看今儿这天儿不错啊，真是风吹水面层层浪。哎，兄弟，您这够一对子上联啊。说到这儿呢，这枣啊是坏的，人就扔了，不要了，扔地下了。他瞧见了，您知道有一词儿叫恶狗扑食吗？他就奔这枣去了，一到这枣这儿拿起来一看，这枣啊掉泥里了，脏了，怎么办呀？他就奔了河边了，干嘛去了？洗澡去了。这枣吃完了，下联耽误了，弄一上联这儿唬我们来了。知道我们是干嘛的吗？臭说相声的。怎么还臭说相声的？说相声。说相声。说相声。相声演员的肚是杂货铺。哦哦。他们是杂货铺，我这大超市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哎呀呵。那几句话都忘了。什么话？天不言自高，地不言自厚。对对。人不言自能，水不言自流啊。嗯。金砖何厚？
玉瓦荷包啊，真是字大，看着点字大哦，这念臭哦，字大念个臭，知道吗？嗯，这话都忘了、嗯、我的话你可以不听，嗯，那高尔基的话你都忘了吗？高尔基说什么了？高尔基说、你以后不能这个样子。高尔基多的说过这个，那能人背后有能人，能人背后往这儿看、还有我这么一大能人呢。哦，说你呀、不白说你，你给我2000块钱，我疯了，不白说吗？我对你一下联。哦，谢谢您。我干嘛还对你一下联？我赐你一下联。哦，给您鞠个躬。哎，您赐吧。你打岳飞呢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不是想当岳母吗？谁要当岳母啊？不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给你赐一下联，赐给你，知道吗？哦，好好，上联我听听。就是风筝水面层层浪。你大点声。风吹水面层层浪，你嚷嚷什么呀？不是让您听不见吗？您不是风吹水面层层浪？对对对，风吹呀、我给你对雨打。哦，雨打沙滩万点坑，多好。好，走走走，去捡枣去吧。罢了，罢了。你看，没想到的事情今天就发生了。你看是不是？没想到乱石之中有你这么一块无瑕的美玉。您这夸我。乱草蓬蒿。有你这么一颗灵芝，您太捧了。那狗食盆子里头，嗯，有你这么大块的酱牛肉，那我还是狗食啊。你那意思呢？啊，你那意思怎么骂人呢？骂你啊？你那意思我还夸你啊？多新鲜呀、凭什么夸你、我给你对出下联了。对出下联？你怎么对的？我这风吹对雨打吗？雨打沙滩万点坑。啊，雨打沙滩万点坑。是啊。有奖吗？有奖啊。解释解释。下雨了啊，下了10000个点，下在沙滩上砸了10000个坑吗？哦，这就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吗？哦，下雨了。是啊。你怎么会知道下雨了呢？就那北海是你去了还是我去了？你去了。我去了你就知道下雨了。那龙王爷是你舅舅？不是。龙王奶奶是你老姨夫？那什么亲戚？海怪是你表弟？那甭问呢，王母精是你干爹呀。那于谦是我干爹。那你怎么会知道下雨了呢？眼睁就是下了。就下了啊？还就下10000个点，他就不许多下点，他就不许少下点，他就不许下9999个点，就不许下10001个点，怎么那么寸就下10000个点呢？寸了。寸了啊！这点还都下在沙滩上了。对，马路上没有，没有，房上也没见着。哎，没下。这沙滩上有块石头，这雨点下在石头上没坑，这怎么办？请石匠炫凿。那多麻烦呀！你走在沙滩上，雨点下你脑袋上，也得找人现铜眼啊。那我脑袋成漏勺了。那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？那且比你没下联强啊！没下联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啊？你有下联，多新鲜呢！有下联你不说，你容我说了吗？我这刚说完上联，给大家没敢说讲，给大伙解释解释，看站旁边的模样，下联啊，下联，下联啊，下联啊，下你要死是怎么着呢？我是这样吗？我不爱搭理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怎么不爱搭理我？我当然我有下联了，有下联啊，有下联，你说说下联啊？啊，跟你那也差不多啊，一个样。一样还说什么呀？啊，当然是不一样啊！不一样，多新鲜呢！你念念我听听。我这下联啊，嗯，雨打浮萍，点点清。雨打浮萍，点点清。这是下联。哦，合着我那就不能用了。你那也可以用啊，那还行。得改一个字，改一个字，改成雨打沙滩点点坑就可以了。雨打沙滩万点坑，雨打沙滩点点坑。对啊，就这一个字儿，你看一个字儿啊，啊，一字值千金。一字入宫门是九牛也不出，打官司输赢都在一个字儿。是多谢你这华服哪儿的？是发的。发的偷的。别去，一个字儿啊，哪儿偷那么合适的去？确实，我该你10000块钱，还你1块钱行吗？不行。为什么呀？你欠我9999，那好多好些钱呢。哦，你少还了钱了，你心里不乐意？那不能少钱。你给我对错对子，我心里高兴吗？对对的规矩都不懂，站这儿对对子。一对十，十对百，百对千，千才对万。如果我上联是风吹水面千层浪，你可以对雨打沙滩万点坑。我层层浪，你为什么要对万点坑呢？啊，嗯，
对错对子我都不生你的气，你说相声的没文化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哪这么些废话呀？哪儿废话？往旁边这么一站，您看这模样，你们家有门吗？你们家来回走窗户，门在哪儿安着？那门可不安门框上吗？依你呢，挂腮帮子上，哪有那荷叶呀？一门几个门框啊？谁就不俩门框啊？你们家48个门框，那不是门框，那是鸟笼子。多可气，站在旁边，还什么天不言自高，地不言自厚，人不言自能，水不言自流，金砖何厚，玉瓦何薄，自大念个臭。最可气还给我写，看着看着看着，一个字一个大，记住了，这念臭。对，你是中国人吗？我怎么不是？一个字一个大，这是个字吗？是啊，他不得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吗？你那点儿哪去了？我那点儿下沙滩上了。什么下沙滩上？你全臭，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站在旁边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；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，求为可知。我说这个你懂吗？不懂，我背的比你熟啊！啊，干嘛呢？他能人背后有能人，能人背后往这儿看，哎，还有我这大能人呢。对，你是大能人呢。我是大能人。你长多少疖子？我没长疖子。那你哪这么些能呢？哪个能啊？多可气，站在旁边。古人说的却好，三人同行必有我师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呢。啊，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何为贵？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礼义不可行也。”是求我说这个，你懂吗？你说他又来劲儿了，多可气！站在旁边，我真有心，我打你一顿。你还敢打人？我主要怕打不过你。嘿嘿，我有心骂你两句。你骂街？有失我学生的身份。你要干嘛？真想咬你两口。咬？我真想食而之入，方解我心头之恨。你咬？我咬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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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不能咬你，怎么？我回民。你这，您这有点过分了吧？完不了啊，心里难受。不，给你3分钟的时间，给你3分钟的时间，给我一个圆满的答复。不是，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？否则不然，我找郭德纲。哎，别介，我停止你的演出资格。不，别介，我给你轰出德云社。啊，可别介，这身衣裳留在这儿。别啊！你这刚发一身衣裳，别不让干了，你这。你说说好好相声，我非对什么下联儿，你说这不捣乱吗？我呀说两句好话给这位央给走就算完了。哎，先生，太不像话了，你声太大了呀。哎，先生，嗯，先生，那个您看我呀那么大个子，其实啊我的智商啊就跟一小孩子似的，您拿我比小孩子。小孩子啊，小孩子你可比不了。怎么？那是几位古人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嗯，那好，我说说你听听。在想当初。什么叫想当初？就是过去的事儿。哦，大宋朝文彦博，嗯，幼儿道有惯学孚求之志；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；汉孔融4岁让梨，懂得谦逊之礼；嗯，汉黄香9岁温习奉亲；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；吴周瑜7岁习文，9岁习武；13岁官拜水军都督，统带千军万马，执掌6郡81州之兵权；吃苦肉，献连环，济东风，借凋零，火烧战船，是曹操望风鼠窜，险些命丧江南。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，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啊。我说这几位小孩子，阁下您比哪位啊？您说这都是好的。嗯，那网恋的一没提啊。你为什么不跟那好的比？不，那小孩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？你这还没忘呢。啊，我呀，其实差一点我就对上了。是吗？我就太莽撞了。哦，拿我比莽撞人。什么？比莽撞人？莽撞人是你越比越高攀了。我没敢呐。莽撞人啊，那你就更比不了了。是吗？那又是一位古人。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嗯，那好，我说说你听听。在想当初，又是过去的事儿。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，嗯，自桃园三结义
大哥姓刘名贝字玄德，家住大树楼桑。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，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。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，家住涿州范阳郡。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，家住真定府常山县。破战破胜后称为常胜将军，只接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，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，砍倒大都两杆，夺槊三条，不慎马落陷坑，堪堪废命。那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观敌料阵，见小将薄盔薄甲薄机铐，坐骑薄龙马，手使亮银枪，真乃一员勇将。赵孟德心想，我心中若得此将何愁，大事不成，暗中便有爱将之意，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。那徐庶自尽的曹营一计未现，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落陷坑，堪堪废命，口尊丞相，莫非有爱将之意？是曹操言道：“正是。”徐庶言道：“何不收留此将？”曹操急忙传令，令出山摇动，三军听分明，我要活赵云，不要死子龙。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，83万人马，51员战将都与他一人敌长对命啊！众将闻听不敢前进，节节后退。那赵云一掌怀揣幼主，二凭杀法骁勇，杀了个七进七出，这才闯出重围。曹操一见这样的勇将，焉能放走，在后面打马紧紧追赶。追至到党阳桥前，张飞赶到，高叫：“四弟不必惊慌，某家在此，了也无妨。”让过赵云的人马，曹操赶到，不见赵云，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。曹操忙问夏侯惇：“夏侯将军，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？”夏侯惇言道：“他乃张飞，一莽撞人。”曹操闻听大吃一惊，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，曾对某家言道，他有一结拜三弟，姓张名飞字翼德，在破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，如同探囊取物，反掌关文一般。今日一见，果然英勇，撤去某家青罗伞盖，观一观莽撞人的武艺如何。是青罗伞盖撤下，只见张飞抱头环眼，面润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海下扎了扎杀一步黑钢然，犹如钢针，恰似铁线，头戴冰铁盔，二龙斗宝，珠缨飘洒，上前八宝轮罗伞盖，花冠衣裳，身背锁了大雁连环甲，内衬皂罗袍，腰系鹅黄战裙，下穿红绸彩裤，足踏虎头战靴，胯下马万里烟云兽，手使丈八蛇矛，立于桥头之上，咬牙切齿，捶胸愤恨，大骂曹操天真呆，现有你家张三爷在此，尔等或攻或战，或进或退，或多或多，不攻不战，不进不退，不争不斗，尔乃匹夫之辈。大喝一声，曹兵喝退；大喝两声，顺水横流；大喝三声，夏侯杰肝胆俱裂，坠马身亡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“长坂坡前救赵云，喝退曹的破万军，姓张名飞字翼德，万古流芳，莽撞人。”呵，好，莽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？张飞马飞我也比不了啊，我看你也好有一比，有比的就行。你好比面茶锅里的煮秤砣，怎么讲？你是混蛋沉底儿带砸锅。是啊，